你说吧。对，刘涵先生，您可以讲话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军涛博士，你好。哎，你好，对。听你分析中国政情哈，我想给习近平洗洗地，行不行？好，欢迎啊，因为我讲问责嘛，就那被问的人，我今天问责习近平，当然得先讲话。我就觉得吧，那个首先我们得看一个时间轴，就是看那个疫情发生之后的时间轴吧。我是看的话是2019年12月31号的时候，卫健委有一个专家组，他们当时就制定了一套诊断标准。第一就是要到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第二个就是要有发烧症状，第三个要做前基因检测测序，这三条标准达到了才能确诊。这当时第一次卫健委的那个12月31号的卫健委的一个那个诊断标准。然后31号那天还发生什么？李文亮就发了个微信朋友圈是吧？不在朋友圈，就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问，然后再过接下来就是啊，1月3号李文亮就被训诫，我看到那个，然后1月7号，2020年1月7号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那个新冠肺炎啊防疫提出了要求，那个要求是提出来了，但是具体内容是没有看见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看那个球是那个杂志，它登出来的就是只是做了要求，没有内容的，那要求的内容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无法确定是吧？然后中旬的时候，1月中旬，那个武汉市卫健委又派了一个3人专家组到那个中南医院调查，而且还在确定，就是说要按照那个12月31号那个国家卫健委那个第一个专家组的那个诊断标准给他诊治，所以漏掉了很多病人，因为他那套标准太高了，漏掉很多病人。然后1月18号，国家卫健委派了一个，包括那个谁啊，包括那个钟南山在内的，国家卫健委派了一个那个高级别专家组，然后就才说出来会人传人，确定会人传人，就是那个钟南山说的是吧？20号他说，20号他说，18号就已经说了，然后20号的时候我就看新闻联播，20号的时候就新闻联播就是习近平在那个什么云南去昆明去看望了那个部队，然后第二条就是他新闻联播里面说的，第二条就是他又对那个新冠肺炎做了一个那个指示，对吗？做了指示，而且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是吧？要把人民群众啊，什么生命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是吧？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要制定周密方案啊，是吧？组织各方力量啊，开展防控啊之类的，说了一通啊。然后他1月20号他就已经做了部署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里面，在这个里面的责任，在前期来看他责任就不大，好吗？他就是春节晚会的时候没对武汉疫情说一句话，那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的，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的，这个是确实是。然后他正月初一25号的时候他就开了那个紧急会议的，那个不管他了。之后的就是，所以说我说这件事情上卫健委的责任比较大，第一个专家组，第一次的专家组责任比较大，然后这第二次的是武汉市卫健委派出那个专家组，还在确认那个第一次那个确诊。这次跟上次去比较的话，是非常明确的，比较集中在武汉，而且像上海、广东。然后他这个，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责任就并不那么大，看从时间轴上来看就并不那么大，武汉市卫健委导师那个专家组导师责任还是有点。因为当时已经很多医生在抗议了，那个诊断标准太高了，漏掉了病人，对社会就是个危害，
他是当时好像彭志勇吧，彭志勇他是一个 ICU 的专门的重症的那个一个医生，他就这样抗议了，已经很多医生在抗议那个武汉市卫健委，他们你要这样不行了，然后武汉市卫健委的还在确定是那一套诊断标准，所以我觉得武汉市卫健委那帮专家组还是责任还是比较大一点，好吧，就说这么多吧，好，谢谢啊。好，我简单做个回答，第一个呢，我现在查到还是20号中南站说。实际上是跟那个习他们那个批示出来之后，因为19号是我看资料呢，凤凰网资料1月19号官方通报还显示部分确诊病例没有华南海淀城的接触史，有专家认为说出现这个，但是钟南山是20号，这个好，我先这个是个这个，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我没有说习近平啊没有批示，习近平呢是一，而且呢在这个20号他的批示出来的时候，当时还说习近平已经多次批示，这个应该说跟他说的1月7号。他也有讲话有关系，但是我一直在讲呢，习近平在治理传染病的这个问题上，他因为他有两个错误啊，就是导致了这个疫情。第一个呢，就是他强调的4个一者2个维护，使得他的命令他的政治需要是压倒一切。实际上中国的所有专业，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专家只要进到了公共卫生系统，他就是党政干部。这时候在4个一者2个维护下呢，习近平提出来的第二就是习近平的知识短板提出来了，就是说你说那些什么人民健康第一位他都有，但问题他提出来的就是说，一要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持续，你看到1月22号孙春兰讲话还是说代表习主席的时候还是讲这个话，第二要保证春节的，要让人民过一个祥和安定的春节，这两个东西呢他定了调子之后的话，实际上一些专业的说法包括什么人传人呢，我觉得因为专家说这个话的，说句实话呢都是个瞎扯，传染病的医治是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只要出现这种病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找有没有，就是我说一病从有，就跟那个法律上保障人家无罪推定，但实际上传染病要一案从有，实际上就不该说这种话，说这种话都是为官方在维稳，所以到专家传染病专家说这个话，他没有在确切，你应该说有没有证据说，找证据说他人传人，你怎么能去找证说没有证据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说其实就是在第一个就是在习近平营造这个独裁气氛下，所有的人必须向他看齐，在说法上是第一个，第二他自己的说法堵死了我们在早期去按照传染病的规律去治病，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独裁者像毛泽东似的，毛泽东说后来说大跃进，当时毛泽东跟那个彭德怀这个分歧，彭德怀就说饿死那么多人，老毛你知道不知道，老毛说他真的不知道，他说你回家乡不知道，他说呢老这个彭德怀不相信，他说你是种地的，老毛后来事后解释说呢，他是看了钱学森的一个报道，说根据什么光合作用，实际上太阳能量多少分之一转变了亩产就可以万斤，他说这个在科学上是可以做到的。那其实我觉得到了后来呢，你也可以说习近平受了底下的这种这个瞒报漏报缓报，但是实际上李克强到发这个文的时候，我就说国务院为什么一开始这个思路跟他们一样，到1月24号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查处缓报瞒报漏报的时候，其实这个缓报瞒报漏报是你说这些公共卫生的专家或者这些临床的医生讲缓报瞒报漏报吗，李文亮这些被查处这些，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说武汉的卫计委，何况就是中国在 SARS 是经过明确的规则的，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可以看一下，现在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先把当年那些翻出来说，我们早就建立这个系统定了这个规则，我是觉得专家不会去故意违背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个政治气氛压着他们得怎么去做，这是我说为什么责任在习近平，习近平我还是要说他不是，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我没有说他故意的要这么做，所以我就要说呢，他的这个独裁，他的这个叫虚荣，他要打造一个盛世太平的虚荣心和他的知识的无知和短板，导致了我们错失治疫的最佳时期，他要干预所有的专业领域，其实也不光是传染病防治了，我们现在在很多领域中都有这个问题，很多问题都是不了了之，我们知道像什么病猪啊，还有像一些各个地方出现的一些灾难性事情，之所以都不了了之呢，都很大的就用一个掩盖重于查清实际的原因的这个方式收场，都是不想给习近平的太平盛世他的这个去抹黑，然后不想影响他的刺痛他的虚荣心，
然后给自己招致一个四个意识淡漠或者没有首脑的维护，我是这么看的。但是我觉得呢，你的当然回顾，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但这些东西我都注意到了。我就刚才讲到说，习近平跟国务院呢是在质疑问题上思路，不是要不要质疑的问题，而是说怎么质疑的问题。我觉得国务院的思路更接近于治传染病的这个要求，但是他也不专业的提法，什么早发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个四早。李克强自始至终从他20号批示开始就强调这一点，他没有那么多政治上的虚文。但习近平一开始就强调了很多政治上，就是给质疑戴了很多政治帽帽，设了很多政治框框。